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乌磊，现在是早上9:50。拿出了烤羊肉串的架势，差不多了，干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景区啊，然后现在坐上了这个景观车，哎呦呦呦，就是一路开上山，然后做各种有意思的项目。然后我们还是带上了我们的骑行头盔，对，然后头盔上有我们机器可以记录我们到待会儿游玩的过程。在要坐这个缆车啊，上，快上快上快上，可以，上来了，啊，雪糕掉了，坐缆车吃雪糕很快乐。有一说，这个车太慢了，我们真的要开这个车吗？我们真的得坐这个车，太慢了，叔，大哥，刺激吗？这车，刺不刺激啊？这个车？他说的啥？大哥一定要跟我们说啊，321，跟我们说一声啊。把功放给关了，刚刚。我们再做一次来。可以戴头盔吗，哥？现在不能掉一下。2，Go！ 哇塞！再试一次。我们先射箭去啊。这么多。这样拉三指拉是那个骑射的时候就是这么拉，但是这个但这样拉是那个就是骑马射箭的时候是吗？一般就是不动的时候是这么是这么拉的。对，是这么拉，这么拉。哎，感觉拉不动。感觉今天骑行顿时就不香了，好吧？顿时就不香了。啊，这个才是我喜欢用的弓，它有右边这个槽。玩这个啊？嗯，小童这个玩啊？我都是。
哎，有点快的呀，也不是很慢呀。没有，有点快。刹车。有点快的吗？我胎都冒烟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刚才。哇！哎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回事了？哎，这个有点危险的。我的衣服摔成啥样了？哎呦，太惨了！这个手臂有没有伤？看一下，手臂没伤。还好穿了一件外套。还好穿件外套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调车，好，马上就准备开始骑行了。今天的骑行距离是45公里，耶！假期太快乐了，我爱假期。牵马大腿上线。你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牵马大腿吗？牵马大腿。牵马大腿出发。开心，很爽呀！走啊，朋友们！休息。今天大家都在一个集团里，15公里了已经。哎，15公里了已经，30公里的时速，今天的速度非常的友好啊！哎，朋友们，今天一直都在一个集团，哎，均速三十，今天状态很好，虽然我已经有点累了，感觉大家都很强啊，今天。所以现在感觉这个状态都来了啊！小火车拉起来，走，小火车。哎呦！没事。哎呦，零速摔了。先把小酒喝了。来，你别动，别动。对。啊！走。到坡顶停一下。好啊。行。坡顶停一下。后坡歪了，我的后坡。摇一下看一下。可以。再下来，再摇，下来，好，停在中间，别动。哎，我的气门扭没了。什么？这个？你说盖子？这不要紧。盖子就是故意给它弄掉的。没有，不要紧。OK， 小火车继续开始了，走喽。
味椒味道怎么样？啊？椒？我来个椒。啊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不是节目效果啊？能量胶，能量胶，橘子味。跟大力胶一个颜色，能量胶。你把502塞里面，我也信了。就这是管你30分钟以后的事。他预计到我们30分钟之后就断开连接了，先给我们一根胶续续命。饭店吃完吗？我豆摇好了。小火车拉起来好吧？怎么样？啊，没功率了。换几块肌肉发力，能往后扩一点。对，然后上半身稍微往下压一点，放松肌肉。摇着就上去了。我摇起来。我GoPro 断了，太快了，GoPro 断了，GoPro， 我 GoPro 已经断了 GoPro。转速太快了，风把它给吹断了。断了，支架断了。那机器掉了吗？啊，机器挂在这儿。它挂这儿了，摇摇欲坠了已经。在哪儿？右。直行右边啊！上当了！上当了！快，我们快跑！上当了！上当了，上当了，上当了吧？还2公里是吧？希望没有把酒店定在山顶上啊！怎么又到深山里面？深山老林里面啊！就祈祷没有上坡。是的，不容易，到了，顺利来庆祝一下啊！啊，攻击队友，猛攻队友，势利，那庆祝，不错，好，可以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民宿，然后洗完了澡，然后又要吃饭了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晚餐有多么的丰盛。哇，今天非常丰盛啊！真的，这个晚餐非常的丰盛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等人齐，我们就要开吃了。对，大哥，快来吃饭。大家快来吃饭。哎，可以吃的非常的饱，今天，现在准备找个地方摊一下，休息一波。王大厨的调酒啊，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酸味不够重。啊，那你就再继续。我们是喝哪个？你喝呗。长得有个醋酸。真的酸味醋酸味，我说水果酸。这个水果算不太好，还可以，冰一点就好。有冰箱了，冰箱冰完之后然后冰箱突然看向镜头，哎呀，快乐。